要处理什么？今天我要处理那个最近几年，这个下面左边就是大腿跟那个下面之间，就是说左边这边淋巴有时候会痛。不是天天痛，就有时候会痛，有时候会痛。啊，我看那个青蛙脚啊，青蛙呀，嘴馋了，谁在吃青蛙脚啊？嗯。青蛙脚啊？嗯。那个谁嘴馋了，吃那个青蛙的腿啊？哦。那个青蛙的腿啊？哦。那就被割在那边了，就从这个地方割的呢，那个。哎呦。那割了一个大腿，就是那，把那边一放。那青蛙就丢掉了，那些人呢？嘴馋的，专门吃那个青蛙的腿呀、啊，专门吃青蛙的腿呀、啊，专门吃青蛙的腿呀、啊，你吃了没有啊？专门吃吃了青蛙的腿呀、啊？就是牛蛙是吧？啊，那种反正就是蛙呀。哎呦，吃了。那人家割的是就从这里割的呢，刀啊。前几年吃了。那刀。最近几年没吃啊。刀都是这里下手的呢，这里割的呢。哦。刀这里割下去，一刀割下去，好。这个就留下来给人家吃啊，扎这边也一刀留下来，放在那边肚子就扔掉了，全就要嚼，就那个嚼，就要嚼，你以为啊，把那个肚子割掉了以后就不能走了？把刚才不是割了丢在地上嘛，哎，它就竖起来了，竖起来以后，它身体已经割掉了，这两个腿啊。带着灵魂就这样在走啊，这样走路都僵了僵的，现在这样走路的，这样走路的，走路看上去在僵了僵的，这样走路的，虽然上面身体没了，但是他灵魂不知道，他的腿还是全的，但是走路呢，原来是翘着，他现在站起来了，就这样，僵了，他就很僵了，整个腿很僵硬的，本来也很灵活的，现在整个腿这里都僵的，僵了，就从这里割掉了。哎呀，那几个人在吃，他叫牛蛙，对，那叫牛蛙，哎呀，牛蛙也就青蛙嘛，哎，有的人说叫青蛙，有的人叫牛蛙，反正叫牛蛙也吃过，田鸡也吃过，哎，反正叫牛蛙。田鸡在大陆吃的，这边只有吃牛蛙。反正那叫蛙。哇，几个人在桌子那边还在讨论呢、啊，哎，然后有个人说了，那个癞蛤蟆没人吃，另外一个人说，哎，不是了，现在癞蛤蟆都有人吃了，天上飞的，地上走的，水里游的，现在什么都能吃了，人家什么都吃了，有人吃的东西啊，卡在喉咙里了，卡在喉咙里了，哎呀。这是你还是谁啊？卡在喉咙里，从就都被卡住的感觉，喉咙啊总是卡，总是被卡的感觉，总是感觉有卡的感觉。那个是什么？那个青蛙腿啊。大的那头啊，就卡在喉咙口，一直卡在那边了。一直卡在那边，谁呀、啊？哎呀，那个是青蛙腿啊！青蛙腿卡在喉咙里了。啊，卡在那边，那个就灵魂了，卡在那边了。你要吃啊？我把你喉咙卡着了。你吃啊？我把你喉咙卡着，就是把那个腿就卡在这个地方了。那个喉咙就一直卡在这里呢，卡在这里呢，卡在这里呢。这是你家的谁？是你还是什么？喉咙一直不舒服啊？卡，我喉咙咽炎，卡咽炎啊，那是喉咙扁桃腺咽炎，从小就有的。卡在这里了，卡在这里了，这也卡就喉咙里有痰是吧？卡到以后，它是卡你，这产生什么症状，就是你去对应了，它卡你，喉咙有痰，它就卡你，就卡在这里，卡在这里，哎呀，那个腿啊，就这样割了。干了，好，现在在你的腿的那外面啊，他把你的那个，你割了他腿啊，他在想办法在你的腿，他想在你的腿外面包一层腿啊，
哦，左边还是右边？就这个腿啊，像包了、哦、包一层腿，它响啊。哦。它要包一层腿，但它感觉不对，包着它也不对，就放在前面吧。嗯。放在前面也不对，放在左边吧，放左边也不对。嗯。放右边也不对，放后面也不对，它后来放了四条腿那边。啊、嗯。就是从这里。哦。放了四条腿，就这边。哎呦。挨着这里放下去，就是让它，就是像支、哦、支点在这里。哦哦。支点在这里，嗯嗯，然后呢，那个像支架一样的，就慢慢散开一点，就是这样，就有一个腿啊，嗯，有个腿啊支在你前面，就这样，就顶在关节的，它把你这边像打了一个打住了一个关节啊，相当于这边粘了一个螺丝一样的，哦、这边、哦、这个地方，就淋巴的地方，对对对对，就粘了一个关节，活动关节，它就这样，在你外面打了一个螺丝一个，粘了一个青蛙腿。然后呢，内侧这边、啊、又打了个螺丝，又长了个青蛙腿，这边也长了个青蛙腿，后面长了青蛙腿。哎呦！现在你左边有四个，除了你自己的腿之外，还有四个腿。嗯。四个青蛙腿，现在你走路一点不灵活，四个青蛙腿啊！你走，你长在你左边右边没跟你长，左边跟你长了四个青蛙腿。哎呦！我忏悔，以后再也不吃了。哎，长了四个青蛙腿。不吃了，不吃了，不吃你了。你说淋巴肿的地方，他就是那是他打了螺丝啊，就是淋巴那个有时候痛，有时候不痛。对啊，他打了那个。然后有点鼓出来。那就打了螺丝呀、啊。有点鼓出来。哎，那个就打鼓出来就打了螺丝啊，头顶了，就这里了。哦。他现在就。又前后四周围就等于是说。四个青蛙，他四个腿。那个围着我这条、哎。四个腿。哎呦。所以呢，你这个整个你这个腿是僵的，把你箍住了嘛。所以你走路的时候比较僵，走路的时候，所以走路的时候，你左边和右边走路是不协调的，两个腿啊，这里基本上不弯的，走路的时候，他把你那个腿维持了，这个腿啊，我也没注意，这个腿是不弯的，嗯，所以呢，你走路的时候，你看我走路的，就这样的，就是这个腿还慢的大一点，为什么呢？你不能弯嘛，就跨成大一点，然后这个腿呢，相当于往前挪一步。那他走路的姿势这样的，就是把你分解开就这样，就这样相当于，相当这样，相当这样走路了。那个，你们还在桌上还在讨论那个青蛙好吃还是牛蛙好吃的时候，你们在一边又在吃一边在讨论的是他悄悄的就在上面打钉子啊，打钉子啊。那是一只大牛蛙在我身上是吧？四条腿在我身上。那不是不知道多少，反正就四条腿，架了四条腿，是不同一个的还是孙悟空？牛蛙是四条腿啊，对啊，那就是一只牛蛙。不一定是一只大牛，都左边的腿嘛。嗯嗯。左边的腿嘛，可能它是像孙悟空变七八变出来的四条腿，还不是他拿的四个牛蛙的腿，反正就在这。我忏悔，不吃了，不吃了，我以后发誓不吃牛蛙了，不吃田鸡，不吃牛蛙。哎，他说来不及了，他说。啊？他说你现在说来不及了，已经给你站好了。他在说现在。我忏悔，我发誓以后不吃了，真的不吃了。反正你自己说吧，反正他现在自己在说，你已经来不及了，你腿上给你站好了。牛蛙，牛蛙青蛙，原谅我，我真的发誓不吃了。我最近几年我没有吃牛蛙，就前几年吃的，我发誓我不吃了。你饶我一下好吗？饶过我好吗？我忏悔。他一点反应都没有。我真的忏悔。你要说，我心头现在我看到那个大腿的根部啊，被安了螺丝了。你要这样说。我现在看到大腿的根部被安了螺丝了，被安了螺丝了。我安了螺丝了。被安了螺丝了。被安了螺丝了。我现在大腿根部被安了螺丝。现在我看到大腿根部被。我的大腿根部。现在我看到我的大腿根部被安了螺丝了。对，继续说。我发誓，我以后再也不吃牛蛙、田鸡了。不是这句话，你又说还是刚才我教你那句话。我看到我大腿根部按了四个牛蛙大腿。不是。你说我看到我的大腿根部被按了螺丝了，这样说一个字也不能改。
我看到我的大腿根部被按了螺丝了。对，就继续说。我看到我的大腿根部被按了螺丝了。啊、嗯。我看到我的大腿根部被按了螺丝了。对对对，看到以后啊，看到了就慢慢松下来了，继续说。我看到我大腿根部被按了螺丝了。继续说。我看到我大腿根部被按了螺丝了。哎，继续说，就慢慢松下来了。我看到我大腿根部被按了螺丝了。啊、嗯，继续说。我看到我大腿根部被按了螺丝了。我看到我大腿根部被按了螺丝了。然后你说对不起啊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是我把你的腿砍掉了。是我把你的腿砍掉了。对不起啊。对不起，是我把你腿砍掉了。对，被按了螺丝是我应得的报应。被按了螺丝是我的报应。是应得的报应。被按了螺丝是我应得的报应。对对，继续说，继续说，那个。被按了螺丝是我应得的报应。慢慢就下来了。被按了螺丝是我应得的报应。应得的报应，被按了螺丝是我应得的报应。啊、被按了螺丝是我应得的报应。现在那个慢慢掉下来了。啊，继续说，是我应得的报应。是我应得的报应，被按了螺丝是我应得的报应。被按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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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螺丝是我应得的报应。那么你说现在我把你的腿装回去。现在我把你的腿装回去。哎，对。我现在把你的腿装回去。哎呀！现在我把你的腿帮你按回去，帮你装回去、哎。现在我把你的腿帮你按回去。装回去。装回去。嗯。现在我把你的腿装回去了。以后再也不吃了。以后再也不吃了。啊、我发誓，牛蛙、青蛙，我再也不吃了。以后再也不吃了。我发誓，我向你忏悔，再也不吃了。我发誓，我忏悔，再也不吃了。嗯，你说你们也是生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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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我的不对，对，我向你忏悔，我再也不吃了。你们也是生命，你们也是生命，我不应该残杀你们，我不应该残杀你们，是你们，你说是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对不起，我忏悔，对不起，我发誓这辈子再也不吃了。牛蛙、青蛙我都不吃了。不要说那个牛蛙、青蛙，你就说再也不吃了。现在我再也不吃了。这个说到他名字的时候，他吓得要死。说牛蛙、青蛙的时候，点到他名字，他都害怕。那现在是什么蛙啊？到底？就你不要叫蛙，就说我再也不吃了。哦，我再也不吃了。因为对不起。一点到名，就像就他就感觉他要点菜了。我再也不吃你了，再也不吃你了，我再也不吃了。我再也不吃了，我忏悔，我再也不吃了，我发誓，我这辈子不会再吃了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再也不吃了。对不起。然后说我把你放到水塘里面去。我把你放到水塘里面去。哎，对，连着脚一起的，哎，挪病态。我把你放到水塘里面去。嗯。我把你放在水塘里面去。把你放在水塘里面去。嗯，然后你说。我叫我的家里人也不要吃了。我叫我的家里人也不要吃。我叫我的家里人也不要吃。我叫我的家里人也不要吃。嗯。我叫我的家里人也不要吃。你说我叫我的家里人也不要吃了。我叫我的家里人也不要吃了。嗯。那你加一个字，减一个字，他听经常就不舒服，一定要一模一样的字。我叫我的家里人也不要吃了。我叫我的家里人也不要吃了。以后我什么动物也不想吃了。以后我什么动物也不想吃了。现在我明白了。现在我明白了。吃什么什么跟着我。吃什么什么跟着我。嗯，对了，懂这个道理了，吃什么什么跟着我。对，我懂这个道理了，吃什么什么跟着我。啊，现在走了。我向你忏悔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向你忏悔，向你忏悔，对不起，再也不吃了，我叫我家里人也不吃了。现在是怎么了？他气得要死。走的时候还气得要死啊？对，气得要死，走掉了，现在走了。哦。气得要死。向你忏悔，他还听得到吗？向你忏悔，我这辈子。